是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要将所有房地产合格的项目都争取纳入白名单。我们同时也看到啊，中国的房地产呢，在系列的政策作用下，经过3年了，这个不断的调整，可以说市场已经开始筑底。